now. I've got your name on my collar. I'm wearing you about. Can I take you out to see the sea? Can I hear another star tree? Hey!今天收工很早，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去吃火锅，然后也想看个电影，看有没有时间看。春天的天气就是这么好。一个抗氧精华喷雾，很吸引你。还要看电影，走吧。Hello， 我现在回来了，然后准备看一会儿剧，因为明天可能又要上班。上班，怎么说？上班不太行，下班太开心，躺上床上就开心到不行。哇，好好看哦！很多人都就发我一些片段，包括我妈也会发我一些，就说你怎么这么傻的一些片段，然后就嘲笑我。哎，来气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时间就像一个，时间如说，如说，时间，这一段我不会剪掉，剪进去的，放心。然后现在就是要赶紧卸妆和背刺儿。可以抗氧化。